环走道，我们上次是讲过了，环走道是大绕环，越慢越好，吸气，吐气都在跑。现在是交叉环走道，一样，一样是要蹲下来马步，然后腰一样要挺直，两眼看着前面，然后腰挺直，然后舌头顶住上面，一样是这样。那环手功的交叉环手功是这样，吸气，换头吐气，吸气吐气，手伸直越直越好，越慢越好，伸得越直越好，越慢越好。当然我这只手有手有断过，看起来好像弯的，所以越直越好，越慢越好，练到最后的时候是已经会变成这样，吸气吐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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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练完六十下之后，收工，吸气吐气，再吸气吐气三次，吸气吐气。好，再来颠倒的反手功一样，反方向的反手功是这样，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很像在游泳，但是呢，他手都伸直的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收工。好，交叉反手功的正反面将教授老师讲解。